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A 是实数了，而且这个叙述是错的，那这个叙述是对的，那么求 A 是多少？那这个中间的话是且的意思啦，这个是错的，且这个是对的，那么 A 是多少？那是且的意思的话哈，你就把它弄成对的，这个是错的话，你把它取否定的话就变成对的，也就是说哈，这是 A。加二不等于零的哈，给它取否定，或呢，这个 a 平方不等于四，这个是对的啦，哦，这个，而且什么呢？而且 a 加二等于零，或者 a 平方等于四啊，那 a 是多少？那我们现在来看哈，你这个的话可以把它看成什么？这个看成是连集啊。那、啊、这个的话哦，这个看成什么呢？看成是 a 不等于负二嘛，也就是说，它这个什么呢？这个集合是说，是那个 a 不等于负二了哈、哦。啊，跟这个取连集，这个连集是什么呢？是那个 a 平方等于四取否定嘛。那 a 平方等于四的话哈、哦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 a。等于负二，或者是 a 等于二，然后给它取否定的话，哈，这个就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就等于那个 a 不等于负二，而且哈 a 不等于二了。也就在实数线上哈 ，a 的话呢等于这个负二哈，要挖掉，这要挖掉，哦负二这里要挖掉，二这里要挖掉。也就是说，它的解集合是实数扣掉呢负二，好，而且呢这个的话哈，那因为它是或嘛，取连集嘛，取连集以后的话哈，就等于多少呢？取连集的话哈，就是那个这个跟这个取连集的话，就等于多少？等于那个只有这个没有嘛。它、啊、这个取连集的话呢，只要一个有就有了嘛，哦，所以是负二，也就是说这个哈、哦，它的解集合是实数扣掉什么呢？负二，哦，这个什么？这个是实数哈、哦，扣掉呢这个负二，啊，跟什么取连集呢？跟这个实数哈、哦，扣掉什么？扣掉负二，啊，跟二这两个元素。然后哈，给它取连集，取连集以后的话就这个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呢是它的子集合。好，且这个，那这个呢？这个是 r， 就是 a 不能等于负二嘛 ，r 扣掉了负二，啊，连集多少呢？连集哈，这个是，哦，这是等于哦，这是等于。等于的话，也就是说哈，这个是负二了，哦 ，a 等于负二了，啊，连集什么呢 ？a 等于什么呢 ？a 等于二或者是负二，负二哈，啊，跟那个二啊，啊，这两个取连集以后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是负二跟二啊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取交集啊，就这两个集合哈。这且的话就取交集嘛，取交集的话呢，就是说哈，这个啊跟什么呢？跟这个取交集，啊，就是说在实数线上哈，其他都没有，只有什么呢？只有负二，负二是实心的，啊跟什么呢？跟二，二也是实心的，啊其他都不是啊。那这两个呢，取什么？取交集。取交集的话，就是共同有的嘛，共同有的就是这一点的，这一点是共同有的啦。啊，这一点它有，它没有嘛。啊，其他这里的话，它有，它没有。所以呢，它取交集的话就这一点，这一点是二，啊，这是负二。所以答案的话呢，是等于那个二。所以 a 等于多少 ？a 等于二。a 的话等于二。所以这一题答案是2 ，a 等于2。